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佛陀的时代各位已经听过了，那阿难在灵鹫山听了佛陀的教法，在打坐思维，各位这个一定要学啊！像各位你今天听法师说法，你不要听完就下课了，下课了那好可惜哦。闻思修，闻就是你听闻你要背记下来，就像牛吃了草，然后呢放在它先放在胃里面，跟那些鸟放在脖子，然后呢安全的地方它再把它吐出来，慢慢的去嚼化，叫闻思。思维就是你要去抉择，你要去了解，修那你要吸收它的营养，你要把你所听到的乃至看经典的这个法用在你的身心上面，特别呢法入心，叫闻思修。所以佛陀时代为什么这么多人可以证得阿罗汉，迦摄尊者也是七天证阿罗汉，目犍连七天证阿罗汉，舍利佛14天证的阿罗汉，并不是舍利佛输目犍连，因为舍利佛的这种证的阿罗汉的层次更高啊，因为有智慧跟慈悲，更有大神通，只是舍利佛他不喜欢显现神通。那目犍连的习气，他当初是因为发愿得神通而来的，但是也因为这个神通害了他，他最后被业障现前，被打扁成肉酱啊！所以，那这从这里面就告诉我们，时间不是长，是你能不能够把所听闻或是经典看到的法，真实的用在你身心的净化。那当然，站在解脱道，他只净化自己的贪嗔痴就容易了啊！站在菩萨道，你要净化众生的贪嗔痴，所以你要有三大阿僧祇劫的这种资粮功德。而且你成佛以后，你还在永远在轮回，就像阿弥陀佛示现成有名延寿禅师，我们大势至菩萨示现成印光大师，甚至弘一大师，这些太虚大师，太虚大师有个讲法，他就是迦摄尊者，就在鸡足山的守护佛陀迦山的迦摄尊者来化现的，因为他们按照佛陀的一教奉行，不入涅槃，随缘度众。所以让各位一定要把这个教法放在你心里去思维，产生对你自己的身心的变化啊，能够调伏自心，也可以发展悲心。所以阿难按照佛陀所讲的，在洞里面那为了证阿罗汉，在佛陀的时代是证阿罗汉，结果到了三更半夜出现一个鬼，这个鬼来告诉阿难说，哎呀修行者，你3天就会死了啊。那阿难刚才很害怕，那这个鬼说，如果你不想死，你呢能够为恒河沙的恶鬼众供养三宝，所以我们那天供佛在天，我们天天下施，然后呢也能够用食物布施一个恒河沙的野鬼孤魂野鬼，那你就可以3天不死。阿难怀疑啊，赶快跑去找佛陀，
各位，我再讲一遍，你们再听一遍，然后你要告诉别人啊，你要像广播电台一样，要有这个热心。我最怕一种人，酷酷的，不想讲话，连笑都懒得笑。你不能做菩萨的，菩萨是一种像妈妈一样，吃饱了没有？要不要我弄给你吃？啊，就像我出了家才什么人叫菩萨，我才知道，帮我们在准备吃的喝的，已经吃不下，他还要送来。啊，要有这种热忱。所以那他问了佛陀以后，佛陀就告诉他，阿难啊，那个不是鬼，鬼也不会告诉你这个，那是观音菩萨为了度你，你真的三天以后会死，那观音菩萨度你，告诉你这个方法。那佛陀说，在我过去还没有入佛法，在婆罗门，累世在婆罗门，观音菩萨也这样示现来告诉我这个施食之法，无量威德，自在光明陀罗尼。然后佛陀说，阿难啊，你只要拿一点点食物啊。那阿难说，无量无边的食物哪里去拿？佛陀说，很简单，你只要拿一点点食物，哪怕现在我们演变成七颗米，你只要念这个那么少瓦当太多瓦罗吉天上不来上不来哄，供佛可以念21遍，供护法诸天可以念7遍啊，供养恶鬼道啊，至少念3遍。所以这个辨识咒不是光布施给恶鬼道啊，供佛你念21遍，那就可以无量无边。所以，然后佛陀告诉阿难，阿难就按照这样去做啊，而且又把这个法，佛陀也告诉阿难，要把这个法传下去，让没有福报、短命、受苦的众生得到这个辨识咒的功德。那在经典里面说的很简单，你只要会念四如来名号或七如来，各位都会背，加上念辨识咒，那这些食物上供下施，包括后面有河流，各位你布施面包的时候要把河流观想成玻璃，你念这个辨识咒投下去的时候，谁先吃呢？天神先吃啊，天神这些大护法神先吃，然后这些食物沉到河流里面，河里面的孤魂野鬼啊，乃至河里面的动物啊，都可以吃。所以同样一块面包或一杯水，各位你供养的时候，嗡啊吽，上供诸佛，掉到水面护法善神，然后呢融化到水里面，那这些六道有情啊，孤魂野鬼通通同享供的，一支香、一块面包、一杯水都如此。所以来，各位请把红色的本子打开，我们还是要念一下，念一下施食的，各位每天都在念。我这边我偷偷笑啊，我一直很高兴，我们这一批人用各种方法勾引来他们七八天，天天让他们念甘露施食烟供，他回去不做会很痛苦，这样就好了。啊，终于这个法，释迦牟尼佛告诉越爱菩萨3次的交代，越爱越爱，一定要把这个施食法啊传留在这个世间，可以让世间的人得到世间的福报，也不会堕落三恶道，可以让世间的人修慈悲心。所以我一定要祈请各位，拜托各位，各位回到哪里开始冒烟好不好啊？就像印第安人看到冒烟，呵呵，同族了在那边了啊，开始冒烟，做做甘露施食啊，转转经幡啊，你家门口挂一个经幡也好啊，让它转动，有人在喷喷水哦，走到哪里以后在路边看到这个，你说 Hello 同族的啊，哦，喷喷水，点点烟供香，所以你点闻到烟供香啊，太欢喜了，又有人在布施了。所以各位你要把那个味道记好，就像你在吃东西，做烟供不见得一定要烧，如果你没办法烧，你现在在吃东西味道很香，你喝的水你可以解渴，把这个呢上供护法诸天，你的喉咙都可以变观音菩萨，你担心什么？只要你有悲心了。所以你这个味道，这个甘露清凉，供养护法诸天六道众生，哎，供养父母祖先，嗡啊吽，嗡啊吽，这样就好了啊。那你有实际的布施更好啊，一点点米，一点点水，这样去帮助众生。请各位翻到28页，我们今天还有上师来，然后
是不是我们玉光菩萨安排一下，我们今天要放大蒙山呢、啊？那请上师现在先去帮我们超度，好不好？那我们上师超度完，我们供养，替恶鬼道，替众生，那上师他们就可以吃饭，吃完饭就可以回家。来安排一下，上师去楼下帮我们修仪轨，然后呢修完他们就刚好用五斋，用完五斋我们之前或之后供养，这样我们又今天又多了一个圆满的功德啊，所以来大家鼓掌，谢谢上师。好，楼下摆椅子啊，准备喝的水饮料啊，椅子摆在凉快的地方。28页，所以佛陀就跟阿难说了，如果你这样去念辨识咒不识食物，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功德，这是佛经里面说的。所以28页我们再念一次，念3遍辨识咒啊。我这一次住在后面的小房间，我本来他们叫我住饭店，住饭店就很痛苦了，天天人家唱歌跳舞啊，没办法报万斋戒。然后他们说我要求来这边，但是这边我就可以天天看到各位在施食烟供，然后呢那个烟供到了早上都还在冒烟，很多菩萨一大早又把食物又放下去，到了3更半夜那个狗就会哦，鬼来了啊，不叫代表鬼没来哦，因为他看到了，所以对我来讲非常有信心。我很喜欢这样，在住在2、3楼，看到楼下在冒烟，我只要一站起来我就会念那么着那么着，所以你看我在那边乱比，你不要说我有问题，我已经习惯了、我还躲在窗户后面怕人家看到我啊，但是我念得很快，那么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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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一直在那边念，因为每念一遍我们要修一次悲心，食物可以增广更多更多，整个河水变甘露，整个风变观音菩萨的咒，整个食物都化为烟供，然后融入到融入到中国墨西哥地狱，那你透过你的嗡啊吽嗡啊吽嗡嘛呢叭咪吽，因为有了信心念这个就变成有悲心，你内心就会安定啊。所以各位你要知道，慈悲才是造成内心极静最快速的方法。你心里不安静的时候，你去老人院，你去孤儿院帮忙，你可以得到功德，这个慈悲心的功德就可以回向你冤亲债主超度了，身也快乐，心也平静，那个很重要，你的烦恼就没有了。那只是施食法门太方便了啊，所以我早上在窗户外面丢了很多米啊面包，那些鸟就会来吃啊啊，所以鸟停在那边，他就告诉我没得吃了啊，那就赶快再布施一点啊。但是不是对那几只鸟，愿所有的鸟都可以吃，愿所有往生的鸟都可以得超度，你要不断的这个观修慈悲心。所以来我们大家再念3遍，把你之前所做的到刚刚所做的所有的功德，包括各位发菩提心受八万斋戒菩萨戒，所有功德都融入，来念一下，嗡啊吽，那么萨瓦昙那耶多瓦卢伽帝，嗡桑巴拉桑巴拉吽，那么萨瓦昙那耶多瓦卢伽帝，嗡桑巴拉桑巴拉吽，那么萨瓦昙那耶多瓦卢伽帝，嗡桑巴拉桑巴拉吽。29页，我们念一下功德。一，受者的利益有三：一，能具足饮食，皆得饱满；二，恶鬼升天；三，婆罗门先诸根具足，圆满吉祥。二，施者的利益有十：一，具足无量功德；二，寿命延长；三，成就供养无量如来；四，颜色先结；五，强记；六，
夜叉、罗刹、鬼等皆位，其心得清净。八、正梵天威德。九、于诸愿敌常得胜。十、三宝意念诸天永护。可见经常施食并念诵辨识真言，对受施者与施食者皆能获得大利益。再来我们念甘露水真言，这个咒也叫妙色陀罗尼，因为轨道会变得很漂亮，皮肤会变得很白很干净，当然你将来也会有这个果报，所以我们念一下。那有水的点水，没水的观想，像各位去过大瀑布啊、大河流啊、大湖泊啊，把它记在脑袋里面，你念的时候它是个大瀑布、大江河，都变成甘露。南无娑婆罗婆耶旦那耶多耶旦智他哦娑罗娑罗本来娑罗本来娑罗萨婆诃。南无娑婆罗婆耶旦那耶多耶旦智他哦娑罗娑罗本来娑罗本来娑罗萨婆诃。南无娑婆罗婆耶旦那耶多耶旦智他哦娑罗娑罗波来娑罗波来娑罗萨婆诃。功德：一、寿命长远；二、颜色殊美；三、气力充盛；四、心常欢乐；五、辩才无滞；六、恒无讥降；七、口中相结；八、人皆敬仰；九、天神侍卫；十、皮色遮鬼现行共及；十一，身无疾患；十二，威德如王；十三，恶人恶鬼见皆生喜；十四，得千轮王福；十五，梦见诸菩萨罗汉；十六，所生之处世界震动。翻过来，普供养，要向各位来这边参加法会。每天你到往生堂看到每天摆的都不一样，那三四天了，你等于累积了四倍了，包括你过去所做的累积了百千万倍的。那所以你在念安爷爷啊、三宝娃娃子来后的时候，那你要观想这些累积无量无边的都供养他们，所以他们得到一切他们所需要的，所以要这样观想。来安爷爷那三宝娃娃子来哄，安爷爷那三宝娃娃子来哄，安爷爷那三宝娃娃子来哄。那这个水米最好就摆在阴凉树下，不要杨柳树，不要石榴树，不要桃树的阴凉树下或阴凉石头上，你把它倒在那边，除了布施给众生，然后呢，众生吸完它的精髓啦，然后那些蚂蚁啊、小鸟啊、小动物啊，一定最后通通会把它消化掉。那各位最好养成习惯，就像你去缅甸啊，你会发觉缅甸的家家户户门口都有一个小石头或一块板，永远他们会把白饭，吃完了白饭放在那边，啊，很多鸽子啊、鸟会来吃，流浪狗会来吃，啊，而且对众生都有很大的帮助，啊，当然他们念什么呢？在印尼都有保留这个传承，他念说所有众生都得到甘露，他就是念这个了，啊，因为这代表意念，意念，当你布施的时候，有形无形众生都得到甘露，嗡啊吽，那你又会念这个辨识咒。他就马上可以吃得到，而且叫增广加持，就会变成无量无边。那佛陀说，一变成七，七变成四十九，四十九变成无量无边。当你在念辨识咒的时候，就得到无量威德自在光明如来的加持，然后你就马上变成大梵天，在世间你变成有大梵天的威德，所有的恶鬼神都不敢欺负你。恶鬼罗刹，当然有人跟我说，恶鬼罗刹没欺负我，我去施食回来好像有鬼跟着呢。
事实上呢，都是你的冤亲债主啊。就像你端饭给隔壁的，你端饭给隔壁的老人吃，结果你爸爸在家里没吃饭，嗯，所以那你一定要观修内外众生都得到啊，愿他们都得到种种的利益。那再来早中午就十五遮，各位都会了。现在我们也念一下烟供的功德，那各位天天都在做，然后也教了各位最简单的144页，现在请翻到58页。因为我常常说天天要去老人院好像也不太容易啊，天天要去孤儿院也不太容易，所以他是呢天天打开窗户就可以慈悲洒一点水，点一支香。所以我们现在在马来西亚、印尼很多地方都成立烟供厂，那如果各位将来有愿意的话也可以制造，我们在大陆也找很多很多人在制造烟供粉、烟供香。当然我们做的是希望免费结缘，然后在家人做的那可以合理的价钱跟人家结缘就好了啊，因为呢这种钱呢不要赚太多啊，但是呢生活可以过就好，但是你可以做好好的品质的啊，比较平价的跟人家结缘啊，里面又可以加药，然后点一支香供一杯水，晚上又可以点一盏灯，更重要你圆满的大悲心呢。所以一支香就可以成就，如果你懂得动机，我认为我们华人每个都会拿香，那把如何把这个香变成一种圆满的菩提心的资粮，又可以成就世间的福报。各位刚刚念的处所平安、富贵、长寿健康、消除业障，一直到累积资粮、满愿成佛，都不离开一支香的一个动机。所以我认为喜欢点香的人知道他有信仰，然后透过这个信仰，佛陀是找到一个对方喜欢的点，而让他契入到空性大悲心菩提心里面。所以我最近又成立了国际施食协会，希望大家都做会员，会员不用交什么，你就每天撒几把米就好了啊，每天去供供水，每天点点香。那当然世间的香也没关系，一步一步来啊。你现在买不到烟供香，世间的香本来就是拿来供佛拜神的啊，但是把这个上供又能够门口插一支，所以我觉得台湾人从小有这个好习惯，家里门口一定有一个斜斜的，就是插一支香在用的。我从小我就负责这个动作的，这是我宿世的善根。我从小插门口香、烧金银纸、撒米酒，那就是我的工作啊，拜祖先。因为我家四个兄弟，我妈妈就特别喜欢找我，我也喜欢做这个啊，我字也漂亮一点。家里有那个人往生了，我爸爸就叫我写，我负责写牌位的啊，所以那每天从小就做这个。所以我从小就是养鱼的，我不吃鱼的，养鱼的，很喜欢养很多鱼，养小动物，很喜欢做烟供，这个叫好的习气，这样啊，一直保留的，所以觉得这样做心里很快乐啊。那做个烟供就可以成就这么多，来翻过来62页。那佛陀也告诉我们施甘露味精，那各位这几部经各位最好看一下，甘露味精啊，施恶鬼法啊，阿难施恶鬼法，在你只要打开电脑网络按一下，那很多经典的根据。本来这次还有一本施食手册要发给各位，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带来，但是各位可以上网去找资料，或者将来的各中心，那是按照经典甘露为精啊，你任何食物给他念个咒语化为甘露去布施，特别是这些孤魂野鬼树下得到这20种的功德。当然我们不是为了功德去做，
他可以把这个功德变成资粮，回向给众生，变成成佛的资粮。所以我们也念一下：施食功德，在甘露未经云，若当来世能持此经，当知世人以为便设二十种大福德聚。何谓二十？一者，现在不为饥渴穷厄、疾病衰祸恼恼身心；二者，人有所实但若不美，皆成上位；三者，其人所入野道，虫毒和合草药，终不能伤；四者，其人鬼神罗刹，精魅魍魉，观之如佛；五者，其人诸佛菩萨、天仙龙神护如眼睛；六者，其人所有疫病若业若魔，不能近身；七者，其人寿命增进，卧安觉安，处事吉祥；八者，其人爱旷野伐扫水草，自然称事；九者，其人头貌一月，肤体光泽，无有恶色；十者，其人常逢善友，乃至菩萨现为侣。复次，一者，其人未来长生刹利王家；二者，其人具足色力，受乐慈变；三者，其人长生诸佛菩萨前；四者，其人所在之处福藏自现；五者，其人恒得他人恭敬世皆；六者，其人所有财宝无能夺者；七者，其人意欲所愿悉得称遂；八者，其人不随饥俭劫难生；九者，长生天上受尊胜乐；十者，常以法喜禅悦无饥渴，是为二十种大福德聚。我今天就不做解释，但是各位就大福德聚，就说你只要去施食这二十种福德，你都可以得到。所以经典说，你家里有人生重病，你帮他14天做施食，这个福德给他，他重大病苦消除。你这个朋友业障很重，你帮他7日7夜做施食，然后呢，他一辈子的业障可以消除，因为慈悲的力量不在于食物多。那像各位，我像做烟供，然后呢，我烟烧的正大正少，你就可以慢慢加饼干了啊。像今天坐这边不错，冷气很强啊，吹到往那边去啊。然后加各种饼干，就是各种味道，加药又偏药味，所以我很喜欢自己在自修的时候，我就会点个烟供。这样对我有好处，因为我个人这个坏习惯，一坐下去我就可以坐好几个钟头，啊，那对身体不好。但是现在懂了烟供，我至少一坐下去半个钟头，我就会起来夹一夹，再回来坐，再洒洒水，啊，让它不间断。那我们所读的经典的禅修，都不是为自己的，事实上在为他们说法，啊，你现在读《地藏经》《华严经》，啊，修仪轨。那就有一个对境，这个对境就是有这么多众生，先给他世间的福报，再给他出世间的功德，让他得到就近的解脱，去极乐世界。所以我这个讲法就是说，目的呢，佛教的精髓是慈悲啊，空性的展现是慈悲。那如何让我们不离大悲心？因为大悲心是所有教法的精髓，成就大悲心，你才可以成就所有的教法。有大悲心，你才会发菩提心，啊，发菩提心，你才会想要证得空性，才能够圆满菩提。那是以大悲为根本，啊，那各位呢，能够让你保持大悲的方法，喷喷甘露水，然后呢，转经轮都可以啊，乃至特别是做烟供，你闻得到、嗅得到，然后呢，哦，他们开始吃了。好，请阿弥陀佛，请观世音菩萨加持他。所以有一个菩萨用另外经轮，所有的烟供仪轨都放在里面，啊，就这样，啊，一直在绕，
所以我们也把所有烟供仪轨、放生仪轨都坐在经幡上，这次不知道有没有。然后各位呢，就算你没有念很多啊、就插一支经幡在你的，你只要现在这个本子给你了，各位可以自己印，把烟供仪轨、甘露仪轨都印在这个布上面。你可以印六七个仪轨，包括超度的咒语，像这个是所有超度的咒语，飘啊飘啊，在你的啊做烟供的地方插着，底下你给它放水点香，那你看下看过去，你就心里觉得好舒服。所以各位以后你命中了，告诉你儿子说，帮我点好插着，我看着他去净土，这样你心里就很快乐。所以对佛陀来讲，就算生命最剩下最后一秒钟，佛陀还在利益众生，因为这是佛陀的愿力啊。那希望我们也怀着这个心来生，怀着这个心来死，用大悲心菩提心来生老病死啊。所以生病的时候也怀着大悲心菩提心，想着我来代替所有众生生病，我来消除众生的业障。当你要消你自己的业障，不是光消自己的，我现在胃痛，嗡班扎沙多吽啊，嗡斯利多斯利多金扎里沙波诃，你要化为一个大悲平等，愿所有胃痛的人、胃痛的动物、胃痛的亡魂现在都离苦，嗡斯利多斯利多金扎里沙波诃，嗡班利贝密吽，随便你。然后你又做了一些利他的功德啊，那你要随时把你的念头啊，所以修大乘佛教非常殊胜，任何时间任何境界你可以修广大的资粮，发愿又回向，这样去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好，所以各位如果你经常这样做，然后现在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人做了很多小小的烟供炉，很庄严，然后只要他在啊，然后我台旁边都很喜欢摆一个地球星球熏啊，那各位的排位，以后你有个堕胎胎儿，你试试看，你把它排位写好，做一盘烟供，把它排位压在下面，我为我的胎儿供养大家，供养众生，这样他不超度很困难啊。那再帮他点个灯啊，所有生病了，所以我很喜欢这样，因为很多人都会传那些生病的往生的相片，我麻烦找师父汇聚给我，我就全部把它写好放着，然后我就点一个，又加水，然后又点灯，然后我又开始看经典，这我做我该做的啊，尽力去做。但是这些呢，借假修真啊，虽然生老病死是个幻化的无苦集灭道，但是呢，从这个状态里面我们可以修悲心，可以证得空性。所以佛陀说，布施给恶鬼道为菩提之粮，为什么？因为你对恶鬼道无所求嘛，只想他离苦嘛，这个是最容易符合空性跟法性，对人还不容易呢，我对你那么好居然不理我，这是我现在最担忧了，担忧了，师父我供养你红包那么大包，你看也不看我一眼，哇，我说我近视啊，老花眼了、啊、对不起啊啊，但是人他就不太容易啊，最难了 啊。所以但是就是希望各位在很多的经典里面都有写。好，我们早上先到这个地方，我看到便当来了，但是我们也要祈求各位把功德，昨天有一位菩萨不太容易，我们大家受菩萨戒，那就以业障现前了啊。那我也看到我们很多居士法师很慈悲啊，我们身上最好的法器都拿出来了都没用，那个也不是冤家，那个是他的精神的问题啊，因为过去就有了，但是大家都尽力了，尽力了啊，都希望能够对他有所帮助，但是希望大家这种热心啊，这种尽力啊，永远保留，永远保留，希望对他有帮助。那明天很多菩萨要求要烫菩萨戒疤啊，那我认为自由参加好不好，不要勉强，但是如果站在老和尚说，你不烫你不是菩萨啊，因为你不敢牺牲你的身体啊，这个是按照法华经这个舍身供佛的意思了啊，舍身供佛也可以消无量的业障。但这里面有一点就是说，如果你有高血压糖尿病最好不要烫好不好啊
啊，所以明天如果你有高血压、糖尿病，或是有特别病，你最好他没有准备高血压测量器，刚刚有没有宣布过？跟各位检查一下有没有啊？然后，当然有些人很勇敢，师父他们烫三个，我要烫九个做上校啊，所以我们在问了少尉、中尉、上尉，哇，烫很多个，还有一位法师叫我跟他烫108个，我烫到手酸了，哦，那个很痛嘞，他很勇敢，很痛。结果烫完以后，我看他心里也没比较好。为什么？有些人是很勇敢，可以承受身体的痛，但是他不能承受心理的痛。后来他第二次叫我去烫，我说怎么挖你的心，我烫在里面好了。啊，你那个脾气不好，光烫外表，啊，最主要是内心的状态比较重要啊。这个烫戒疤是断除贪嗔痴来供佛，发三种心来供佛啊，断恶修善度众生来供佛，是这个意思。所以那对出家人是烫在这上面，这代表毁容，我一辈子不还俗啊啊！所以因为烫在上面，那你就代表我不希望再长头发了啊。那居士是烫在手上，那烫戒疤我们再来解释，真的真的功德很大。好，那我们先简单回向，各位就要简单做五供，用五斋。然后各位如果用五斋用完了，义工菩萨帮我们看一下，如果他们上师慈悲帮我们修法，然后各位他们在下面修完法做好，我们大家虔诚供养，好不好？最好能够天天供佛了，天天斋天，天天供生，天天慈悲，成为我们的菩提心的生活，这样最好。然后下午用完斋，我们可能会快一点，因为这个大蒙山，如果我可能很想解释里面持咒的一些观想，那所以最好我们下午1点之前就开始，好不好？1点之前早一点啊，因为昨天比较晚，因为各位虔诚跪拜地藏经比较晚啊，但是。本来有义工菩萨跟我说师父要做早课，我说好，你自己做，因为说我们住饭店嘛，都不方便嘛，对不对啊？所以各位，如果你认为做早课，因为以后如果我们大家住在一起，最好做早课啊，做早课，然后但是早课帮助很大，天天念楞严咒、大悲咒、十小咒，太好了，太好了啊，然后大家可能就会很熟悉。但是因为这次因为我们编排的问题、场地的问题，但是可能把早课改成晚课了啦，大家都这么晚睡觉啊，还在利益众生，所以希望下回能够更好。那我们明年办的短期出家比较重禅修，今年这次办的短期出家比较重仪轨啊，那都很重要，都很重要，因为有一些外国人参加，他叫他看中文也看不懂啊，你叫他那边修仪轨，他早就翻脸走了啊。所以，然后就，但是我认为都重要，里外合一吧啊。好，我们来回向一下，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啊！不要光念哦，庄严佛净土，你要观想这个功德变成璎珞珠宝，供养进入极乐世界。水更清啊，哦，七宝琉璃更圆满啊，莲花更大，你在这边所做的功德回向净土，你的莲花就越来越大，这样了解吗？然后将来你往生了，就这一朵你自己的功德累积的莲花来接引你，我们来比看谁的莲花大一点，好不好啊？啊，现在你叫湛信观一下，你现在有没有莲花？啊，搞不好是喇叭花，你要升天了吧？啊，好，所以如果你是不动佛净土的，是金色莲花，所以不一样的莲花的颜色也有它的表法。对，你是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以此功德回向南京大屠杀，
所有受苦者，世界各地因战争死亡者，所有军人百姓，自有人类以来各种屠杀、各种种族战争冲突，一切受苦亡魂同享功德，同生净土。嗡阿弥陀佛，嗡阿弥陀佛，嗡阿弥陀佛。好，各位可以自由活动休息，我们念简单二十临斋，那我们下午一点前就会提早开始。阿弥陀佛。有佛法就有办法，像有太阳有空气一样，生命电视台的存在对于这个世间对痛苦的众生是那么重要，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电视台，多护持生命电视台，将佛陀的教法深深地去思维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大家好，我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因应春节返乡需求，指挥中心启动春节期间入境检疫专案，提供三大方案供民众选择。提醒您，无论选择哪一种检疫方案，均请确实遵守防疫规范，并且配合相关筛检措施。特别提醒选择10+4或7+7方案的民众，返家居家检疫期间以一人一户为原则。同屋内若有其他同住者、同住者，需完整接种疫苗满14天，且不可与居检者同处共食，并请遵守指挥中心防疫规定，让我们一起努力遵守检疫规范，守护台湾。南无无量寿持长寿宝瓶如来，种种无贪莲花眼如来。南无无量寿持长寿宝瓶如来，种种无贪莲花眼如来。南无无量寿持长寿宝瓶如来，种种无贪莲花眼如来。念诵一遍，能消除一切横死之因，往生33天。
手有时候那么小，在银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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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
笑在颜色有时候，南无笑在颜色有时候，南无笑在颜色有时候，南无笑在颜色有时候。在颜色有时候，南无笑在
小在银色有时候。小在银色有时候，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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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在。南无小在银色有时候。护持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